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队长 Ray， 又回到了我们最新单元，也就是新手友善特区。今天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也算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敲碗，就是到底刚开始跑步的这些跑步新手，除了上集讲到的这些装备之外，手表需要买吗？因为很多人就说，你开始跑步必须要有一个你的手表。那或者是说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真的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今天这一集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新手适不适合推荐大家刚开始跑步就需要购入你的手表。好，那我们片头就直接跟他讲结果，究竟新手适不适合买一只手表来加入自己的训练使用。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训练效率，而且你对于数据是非常精准的要求控制的话，我会推荐你还是要有一只手表，对于你的训练会是比较有效果的。那如果说呢，你可能真的是三天捕鱼五天晒网这种类型的跑者，刚开始还在摸索你对于跑步的兴趣的话，我会认为不一定要现在就买手表。三天捕鱼五天晒网是八天呢、哦？三天捕鱼八天晒网，三天捕鱼五天晒网，一个礼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究竟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是比较认真的跑者，适合购入手表。那如果真的没有，其实用手机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先拿出你的手机，在你的下载装置当中去找寻像 Strava 或是 RQ， 甚至像 Adidas， 他们也有出自己的这个 App， 可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来记录使用。那我会推荐，如果刚开始跑步的这些运动爱好者，其实最一开始啊，你用这些手机的记录 App 就非常非常足够。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手机的 App 最基本资源的一定会有时间、距离，那时间跟距离这两个数据就可以换算出你的配速，所以基本上刚开始新手啊，只需要记录，我今天跑得很痛苦，我只需要知道我总共跑了多少里程，这样就好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一只手机就非常非常足够。但像我自己在前阵子啊，也有带一些我自己跑班的学生，或者是像一些 YouTuber 好友，那他们一开始也是都是只有拿着手机来做训练使用。那手机当然有一个好处，你边跑边跑的过程，可以其实边拍照边录影，那甚至回一下工作讯息继续跑都还 OK。但当你跑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从原本每次都只跑三五公里，进展到可能8到10K 的时候，手机的负担就会存在感非常明显。像我自己是拿 iPhone 14 Pro， 这应该是 iPhone 历年最重的机种吧。我记得15 Pro 已经变轻了，反正14 Pro 存在感很高。然后你手这样拿着摆手，我自己有这样摆手跑了半马的经验，跑完之后就是隔天右手这一块代偿的非常明显，导致我的脖子整个就很像烙底儿一样，因为手一直是这样拿着方式来做一个自拍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会认为，如果你是新手跑者，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距离跟时间变长了，这个时候手机的存在感太大，就会稍微有点影响到你的运动表现。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只用手机来做记录的话，像刚刚前面讲到，它只能记录你的距离还有时间，换算出你的配速，但它没有办法支援更多的数据，像是你的心率，像是你的爬升，像是你的跑步过程当中的跑步效率，例如说步频啊，你的步幅长度啊，这些数据呢，在手机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支援你使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手表的穿戴装置是非常适合的。所以这几个点呢、啊，我觉得如果你是新手刚开始跑步，但跑一段时间后真的觉得手很酸，然后跑步的动作很卡，可能会有点不平衡的话，我会推荐你可以考虑开始购入一个穿戴装置来使用，或许会是比较好的选择。OK， 那接下来就要分享的就是穿戴装置了。像穿戴装置啊，今天带两只穿戴装置，就是平常在训练当中可以带来更方便的地方。我认为在新手啊，一开始不要追求什么一下就要买到最顶，可能2万3万的这种手表，因为第一个很有可能你跑了之后发现跑步对你来讲没有这么大热忱，那你买的手表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没有这么日常的使用它的话，或许这个花费对大家来讲其实蛮高的，甚至也会对跑步来说好像是很高的门槛，一下就要花很多钱在装备上。我个人认为你可以先从初阶手表开始。那像我们前阵子也有介绍过的Apple Watch， 或甚至像我手上现在戴的 Garmin， 只要是运动的穿戴装置啊，基本上都可以带给你最基础的，除了刚刚的 GPS 定位的这些里程啊、配速之外，还有你的心率，那还有甚至进阶点可能有心率变异度 HRV 或者是血氧，这些装置都可以让你在训练的过程可以用你的数据辅佐你的这些训练效果来做交叉比对，确定你的进步效果是有效的。那我个人还是推荐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开始运动的话，Apple Watch 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那原因是因为前阵子也讲过了，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它的充电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环节。第二个是 Apple Watch 的重量其实比一般的其他普遍的运动手表都还来得重一点。那如果你想象你摆一次要多花20克的重量，其实你一场全马下来，那个手的存在感真的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个人虽然有 Apple Watch， 但我在真的很大量运动使用当中，其实不会带 Apple Watch 来使用的。第一个就是这续航真的很不够，我已经买到 Ultra 了，两天还是要充一次电。如果跑一次全马，你可能一天就要充一次电了。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专款专用，运动就好好带运动手表。
那以穿戴装置来说，我觉得最基本要求一定要有的，至少可能就是 GPS 定位你一定要稳定嘛。第二个就是你的软体资源要够丰富，因为其实很多穿戴装置价钱贵的跟便宜的差很多。那我觉得在背后的软体资源的灵活度啊、可用性，还是真的用户体验上，这个是比较后续长远的。你当下买一只表，可能觉得哎、欸，这只表超便宜，结果你可能在每天使用的时候都觉得它的数据啊、它的操作界面啊是很不人性的，那用起来其实你就会有点觉得抗拒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考量的之一。那在一开始选表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当然讲不要挑太贵，是因为很多功能基本上你都用不到，像是手表支援了很多可能非常进阶的离线地图啊，或者是很高阶的铁人三项运动啊，或是更进阶的一些数据显示的分析。但如果刚开始对于新手跑者来讲，你就真的只是要出去按表的时候就走开始回来结束，你每天只想要看你的距离跟时间的话，那这么贵的表很多功能都用不到，可能三万表你只用了8000块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买初阶的手表就非常足够，因为你真的要换表升级的时候，其实像 Garmin 的表还算保值，你真的要卖还是卖得出去的。那一开始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距离，然后定位的 GPS，再来就是心率，如果这三个有，这是最基本之外，如果你可以支援到更进阶的，像是睡眠侦测，或者是你的手表可以给你一些训练建议，甚至是你在训练数据的分析上，它可能可以给你一些最大摄氧量的推估啊，或是一些训练上的建议的话，我觉得都算是初阶跑表来讲，算是非常可以参考的一个选择。那刚开始跑步，其实最一定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平常都是跑合体啊，就是马路这种，那就是开启你的手表最一般的功能，然后切到第一页。其实就可以看到配速，然后你的距离、你的时间，还有你的心率，这些就大概是你平常会在跑平路的过程中会使用到的所有数据了。因为你在跑步的过程只知道，哎，你现在跑1公里、跑2公里、跑了3公里，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率上升状态如何？第二个就是你的总时间花了多长时间，然后你目前的瞬间配速是多少？这些数据呢，基本上就是以一个新手来讲，刚开始训练已经是完全非常足够的一些数据显示了。第一页通常是拿来设定在平常的日常训练，那我们接下来切到第二页，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有三个页面。我们在第一个啊，这边可以长按，然后点进去更改成前圈时间。这个时候你在跑间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上一圈跑了几秒。中间这边呢，我们会把它改成计时栏位的单圈时间，然后选定 OK。第三个呢，我会在这个地方改成其他栏位。选好之后呢，我们会把它改到往下选到完成圈数。这个时候的手表配置呢，你就可以在跑训练模式当中知道你上一圈跑了几秒，你现在的这一圈几秒，你完成了几圈。所以举例，我们现在开始按出发 Go， 跑完400公尺，举例是一个 lap， 跑完400公尺之后按右下角的分圈，圈数一五秒。这个时候当它归零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完成一圈，然后你上一圈跑了5秒。那以训练模式来讲，例如说你是要跑400公尺10趟，你就可以按一圈的时候是5秒，然后你的休息时间再第二次按出发，圈数二15秒，第三、第四、第五、第六2秒，圈数四0秒，圈数五1秒，圈数六1秒。好吵。举例，你现在看到你的手表跑了6圈，你就可以去换算，你每400公尺要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以就是2圈，所以你现在已经6圈跑完，正在跑第7圈开始，第七圈代表是第四趟，因为1、2是一组。3、4是一组，5、6是一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完成圈数来确定你目前训练的进度是已经完成了几趟，然后每一趟的时间可以拿来看你的前圈有没有到达秒数，你目前的休息时间还有多久之后要出发。所以我们在平常日常的跑步使用呢，就会有第一个，如果你在跑日常的平路啊，或是合体，或是公园都好，马路上的训练的时候，你就用这一个画面，因为它主要只看你每公里的平均配速，这个时候用这个画面就非常足够。如果你真的需要做一些间歇训练或是配速的练习，你可以切换到你的第二页，这个时候呢，依照刚刚我们教大家的步骤设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每一趟前一圈完成的秒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例如说你每圈目标是2分钟跑完，那你在目标秒数跟你实际秒数有多少落差，在下一趟做修正。第二个呢，是你中间这边是你现在的单圈时间，它每一次重置之后就会归零，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目前的休息时间，举例要休息1分钟，你就可以确定你这个时间剩下30秒，剩下50秒，这个时候你要准备往起跑线移动，因为准备开始下一趟。最后一个是完成圈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完成圈数的这个圈数显示来计算你已经跑了，例如说11圈，那11圈总共是完成几趟？1、2、3、4、5、6、7、8、9、10。
就是五趟结束，然后要跑第六趟开始，这样就是代表是11圈的状态。所以依照这些功能呢，大概就是新手最常用的两个训练页面。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更进阶的显示，我们也会在训练当中去加入你的心率区间的设定，像下面这边有五个颜色的显示，那五个颜色显示分别代表不一样的训练区间。你可以依照手表设定好储备心率的区间之后呢，这个心率显示就会依照，例如说你现在今天跑的强度目标是 Zone 1的低强度轻松跑，那你的心率应该也要对应在 Zone 1显示。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是因为 Garmin 的预设啊是最大心率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图上的这个资讯，然后把它改成储备心率法。按照这样设定之后，你跑的强度区间跟你显示的心率强度才会是对应的，不然大家可能怎么跑都会发现，我怎么跑都四五区，有点太高了。什么是 Zone 1？ 什么是 Zone 2？ 那 Zone 1呢，就代表你的训练强度区间一，废话嘛。但 Zone 1代表的是轻松跑的强度，储备心率法会介于大概59到74之间的这个心率区间，都叫 Zone 1。那轻松跑呢，主要就是训练你的有氧耐力基础。大家想象就是房子盖房子的时候要打底啦，你的有氧耐力越薄，你的房子可以盖得越高。心率也是一样，你的有氧耐力在这一块区间训练越多，你的地基越稳定的话，你在跑高强度的时候会是比较有帮助的。那 Zone 2呢，代表是马拉松的配速区间，那它的心率强度大概是会落在74%到84%之间，这个区间的训练数据就会比较接近你的Zone 2，也就是马拉松配速的心率区间。那我自己比赛会介于 Zone 2到 Zone 3之间啊。那 Zone 2以前就是59到84，其实都是储备心率之间定义的有氧训练区间。那接下来 Zone 3 84到88的这个储备心率，在这个区间的范围比较像是过渡期，大家有点像是有氧要到无氧之间的这个过渡期，就叫乳酸阈值区间。那这个 Zone 3呢，主要会练习像是节奏跑，或是比较像可能6到8K 的这种一次跑完的这种节奏跑，就会是 Zone 3的一个训练强度。那 Zone 4跟 Zone 5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间歇训练，有可能是2000、3000的长距离间歇，或是800公尺、1000公尺、1200公尺这样的短距离间歇的话，我们就会落在强度四区跟强度五区。那这两个强度区间主要是做最大摄氧量的刺激，目标是希望可以让你的跑步等级再度提升。所以大家可以在训练的时候稍微看一下自己的课表，通常啦，80%左右都是有氧，20%左右才会是强度训练。所以如果你现在每个礼拜都在觉得，我自己会不会练不够，然后一直要跑间歇，我会跟大家讲，新手的话90%时间跑有氧对你的进步就会非常有帮助。所以当你设定完手表之后，你回来看，如果你都落在一区跟二区，一个月后保证你进步会非常惊人。最后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感谢这次 Garmin 借用了我们这两支的 Forerunner 165，也就是最新推出的新手最适合的跑表。它的定价区间也是算比较友善的训练手表，大约是在10000元上下，其实就可以买到这两支手表。但它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在马虎，大家可以进来一起看。最主要我觉得日常会看到，可能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你的训练数据的表现，它就可以推估你目前的最大摄氧量。那最大摄氧量之外呢，往下还可以看到你的训练 5K 的预估时间，然后你目前的最大摄氧量，你也可以点进去选到 10K， 然后切换到半马甚至全马。给大家看到我现在全马预估253，希望可以达成。第二个呢，往下看可以恢复建议，他也会跟你讲你目前的训练状况需不需要多长时间的恢复来做一个身体的准备。那往下也可以看到 HRV， 那 HRV 也是一个你可以评估自己会不会过度训练的数值。如果你的 HRV 低于你平均太多的话，代表你身体可能这个时候心率变异度是比较差距明显的，你可能身体太过于疲劳。对于新手来讲，如果你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过度训练的话，穿戴装置当中的 HRV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数值。那这个当然要佩戴7天以上，对于你的数据抓得比较精准之后，会比较有参考性。那接下来像是还有赛事规划的建议，你例如说你现在倒数90天，那他会跟你讲你目前距离这个比赛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练一些什么样的赛事准备。甚至你也可以在他的官网上呢，去用 Garmin Coach 的功能，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训练的话，他也会有一些课表上的建议，你可以选一些参数啊，你目标的赛事想要完赛的时间，他会给你一些课表上的建议。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你也可以监测你的血氧功能，你也可以佩戴当中去监测你的血氧会不会过低，对于你的数据啊精准度可以更加的提升。那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新手比较会常用到的，像是睡眠的监控。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睡觉都会蛮想要知道自己睡得好不好，或者花了多久时间在就是深层睡眠，或是多少时间是一般的睡眠品质。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个穿戴装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估数值。所以如果你真的今天运动表现很不好的话，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昨天的睡眠表现是不是分数比较低一点。如果睡得不好，隔天心率也可能会比较容易上升太多，这个时候对于你的运动表现也会稍微有点下降。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么多的功能来讲，如果它大概这只手表定价我记得是10000出头，就是大概10000元就可以买到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超值的，因为这些功能在以前，我记得是要高阶手表，可能三五年前都要花16000到19000才买得到，现在都下放到初阶的这个 Forerunner 165就有这些功能，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初阶表款。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对于新手的分享。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关于新手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推荐更多关于新手的这些干货课程给大家。我是江德尔，如果喜欢我们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真的对于Garmin手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来参考参考。那我自己是佩戴手上的这只965啦，是最顶级的跑步手表，然后它支援的功能当然是更完整。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我们之前拍过的这个评测影片。好了，那我们就准备继续备战伦敦马拉松，下一次影片见，拜拜。